宜兰是创新育诊中心的进驻厂商星空桌游，推出了很多我们 2.0 版的桌游游戏哈，这些游戏都非常的精彩，非常有乐趣哈，也非常的有诱因呐。只要让你可以这个尝试之后你就有很大的兴趣想要继续来这个学习或玩这一种乐趣的智慧游戏。所以我们看到现在除了3C 产品对我们小朋友健康的威胁之外，另外也有武汉肺炎的一个威胁的一个影响，所以家长不知道要把自己的宝贝带到哪里去了哈，连去运动公园都会觉得人很多，去登山一样遇到很多的登山客，所以如果可以在家里最安全的一个舒适环境来做进行亲子之间的桌游这种兴趣的培养我们尝试过一个桌游游戏有的可以达到一个小时的这种使用量，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对于我们的脑筋成长健康的保护有好的这一种好的游戏，我们认为要来多多的推广，这也是我们宜兰市创新育诊中心的一个核心价值之一。我们看到星空桌游推出了这么好的一些我们防疫期间最好的游戏器材游戏的这些最好的相关结合的领域，我们认为大家如果能够多多的来推广，除了对疫情的防范对自己的健康有帮助之外，对亲子之间的一个成长关系会更加的好，最重要会有一个让小朋友最这个开心的童年。